德军训，我来了！欢迎各位啊，来到我们虎贯特战训练中心，来维持6个礼拜的突击兵训练。我们当军官的怎么可以怕苦？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一定可以顺利通过突击训的。突击训不可怕，突击训不可怕，突击训一点都不可怕。怎么说呢？勇士们。